预备，唱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简姐，这是盲盒的收藏款，我已经收集好了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对不起啊！啊，对不起！啊，简姐，简姐，简姐，你怎么回来？哎，你不是在寨里吗？我妈跟我未婚妻以前一会儿走了，我还待得了吗？不是，你俩这到底什么情况呀？什么情况啊？我知道，你来我们站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了。你是我爸当年救下的那个小女孩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看了你的资料，特地去打听的。你要以身相许吗？这件事你早就知道了，你为什么不和我说？你不也在犹豫要不要和我说吗？这就叫……叫什么？命中注定。这世界很酷。